什么？秋千得像我这样的。露露，小心一点，太用力的话绳子会断的。别担心，炫彩精灵露露我的实力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，露露？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，这种情况不成问题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准备好好的，嘿，哈。太久没跳绳了，腿好痛啊！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啊！阿露，干嘛？我也想荡秋千。我也想，我们轮流玩吧。好啊，轮流玩吧。阿露。阿露要一直玩呢。阿露。什么？贪心鬼。真的很好玩。我要去玩比荡秋千更好玩的游戏。你想来玩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玩的。一个人也好玩。努努，我们去玩别的。玩什么好呢？超级好玩的。那就玩宇宙飞船游戏吧。不隆不隆不隆，努努号出发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哔哔哔哔哔哔。这是努努号，露露号请出了。呀哈，炫彩精灵露露号出发。来，我们进入丛林吧。呀哈，很难逃脱啊。得从丛林里脱身。加油，露露。炫彩精灵露露来了。哇嘿，阿露，一起玩吧。好吧，这是我们俩的游戏。阿露不是说荡秋千是最好玩的游戏吗？是的，荡秋千要比你们那个游戏有趣的多。努努，可可在向日葵站等火车呢。是吗？那我们来坐个火车吧。我来坐火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打头阵。去接可可吧，出发。又大又黄的花中散发出一阵芳香。下一站向日葵站。嘟嘟。前方到站向日葵站。怎么样，坐火车好玩吧？可可乘客，您要去哪儿呢？我想要参观嘟巴嘟巴村的花朵。参观嘟巴嘟巴村花朵，美丽的可可乘客，努努火车出发了。真的好好玩。秋千真的很好玩。你也想荡
在你可爱的份上，我就带你荡秋千。阿鲁要回家。跷跷板，啊！原来你会玩跷跷板啊！你也要吃这个饼干吗？给，好吃吧？吃了这个就跟我一起玩跷跷板吧，真的很好玩。我来了。出发！真没劲。到家了，请所有人下车。好好玩！努努，快看，这个真的好好玩。谁都没动呢，真的好玩吗？切，你是故意说好玩的吧？才不是呢，多有趣啊！真的，要我推你一把吗？不用，阿鲁说自己一个人玩最有趣了。真的吗？没错，真的很好玩。阿鲁要真的开了哦。露露，你坐的是假的火车吧？跑都跑不起来的碰碰车有什么好玩的？哼。我们一起坐真的火车吧。火车在哪儿呢？这个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坐一辆真正的火车来一场大冒险吧，怎么样？好帅呀！好主意，努努。哇，好开心啊！阿鲁，要一起玩吗？一起坐的话，感觉会更帅呢。是吗？阿鲁不是更喜欢自己玩吗？怎么老去烦他呀？你不是说自己一个人玩更有趣吗？求着你一起玩也不同意呀。是啊，你们为什么老来烦我？知道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去坐火车吧。剑彩精灵列车出发！哇哦！呜呼！好帅呀！我也想坐。哇哦！比碰碰车好玩多了吧？帅多了吧？碰碰车也很帅。别这样，我们一起玩吧。阿鲁，你也一起来吧。碰碰车不是很好玩吗？真的，碰碰车更帅更好玩。那你就一个人去玩你的好玩的碰碰车，我们要坐着炫彩精灵汽车去冒险。玩得开心点，阿鲁。阿鲁，再见。炫彩精灵列车出发！我怎么了，阿鲁？受伤了吗？该不会是哪里受伤了吧？我也想坐火车。想和你们一起玩。
讨厌，努努也讨厌。对不起呀，阿露。怎么不早说呢？把阿露的碰碰车也连起来，大家一起玩火车游戏吧。好啊，这样就太好了。真的吗？一起玩的话会更好玩的。嗯，阿露也一起的话会比刚刚更好玩呢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对不起，刚刚不让你们玩秋千。我也不让你玩火车游戏，对不起。那么大家一起出发，出发。好嗯，比起一个人玩，大家一起玩才更有趣。哼哼，好朋友们一起来坐火车哟。哼哼，好应该是运动太久了才这样的。好想吃点冰爽的东西。热的时候来一碗冰爽的刨冰吧，来一碗冰爽到心底的刨冰吧。我要一碗刨冰。想吃刨冰。嗯哼，好啊，等一下。雪啦！来，这个来一点儿，这个也要。肯定很好吃。谢谢款待麦鼠叔叔。好凉好爽啊！真的又凉爽又好吃呢。哈哈哈，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亲自去寒冬村搬来的冰块呢。哼哼，来，我还要去其他地方分享刨冰，还想吃的话就来找我吧。好的。真的好冰爽，好凉啊，要是能每天吃就好了。要是住在寒冬村，那就每天都可以吃到冰爽的刨冰了吧。这个是什么是冰块。冰块好大为什么会有冰块呢？好凉快都有气体了，看来是超级冰的冰块呢。嘿嘿呀，我要舔着吃。舌头粘住。露露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办？拉一下舌头吧。好的好的。干啥呀？冰块遇见水就会融化呀。真的呢？噜啦噜啦噜！太好了，不愧是努努。对对对，努努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你救救他们！我们把他们从冰块里救出来吧。
看来被卡住了，用力推吧。我也来帮你们。再用点力。好了。他们好像很喜欢露露。我是有点帅了。奇怪的动物，这是什么动物呢？别闹了，别闹了。他们抱着冰块，看起来很热呀。努努，看他们的脚，像鸭子一样，脚上有脚蹼。那么应该擅长游泳吧？还有和鸟一样的尖嘴，还有翅膀，就是鸟。但是翅膀有点奇怪，和鸟的翅膀不一样。去哪儿啊？别过来啊！我是又热又累。为什么老是追着我呀？鸟们只追着露露呢。看来是很喜欢露露。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。我们也去看看吧。露露，你怎么一个人？他们一直追着我，快烦死了。然后看到了麦鼠叔叔，他们就追上去了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哎呦喂，这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企鹅会在这里？企鹅吗？是啊，企鹅。住在寒冬村的淘气包们，所以才喜欢冰块的呀。因为习惯在寒冷的地方生活，但是多巴多巴太热了，所以才没精打采吧。原来如此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吧，因为太热了，所以需要些冰块。继续待在这里，会因为太热了而越来越难受的。来，继续待在这里的话，会越来越难受的。我们把他们送回寒冬村吧。把这个也带走吧。去寒冬村的路上，要让小企鹅们舒服的话，一定需要这个的。谢谢麦鼠叔叔。我们会把你们送回家的。就相信炫彩精灵露露我吧。下来吧。怎么又这样啊？看来是想和露露一起玩啊。来抓我呀。危险。吉吉。吉吉，就现在！差点出大事了呢！没事吧，露露？这种场面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好滑好滑啊！小心小心！在冰面上要像这样。
等等，嘿嘿嘿，阿露，你也可以做到的，腿上用劲儿，一滑就行。我们牵着手，慢慢的试一下吧。嗯。哇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！哈哈，你滑成我这样的才行啊！哇哈！啊，我也可以。没事吧，阿露？没事，没事。和露露长得好像呀。哪里像了？真的好像啊！我要帅多了，好吗？哇哇，看来是企鹅爸爸吧，看来找小企鹅了呢。看来是小企鹅把露露当做爸爸啦。看来不是因为露露帅呀。还好我们找到了企鹅爸爸。赶快回去吧，走吧。哦，生气了。再见，保重。再见，再见。露露。看啊，正在找你呢。玩的。我们还会来的，以后再一起玩了，保证。再见，再见。